猫咪爱吃鱼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但不是所有的海鲜猫咪都可以接受，有许多海鲜是猫咪不能接受的，像这里面就有虾、海蟹、鱿鱼、墨鱼、沙丁和马面鱼，因为这类食物的蛋白质不易被猫咪消化，还会引起成猫的过敏毒素。大猫对这类食物的适应能力还差一些，吃多了还会引起过敏、流涎、呕吐、腹泻等症状。如果小猫严重，甚至致死亡都有可能。尤其是沙丁和马面鱼含有一定奇怪的毒素，猫咪对其反应特别剧烈。这类食物因为腥味大，猫特别喜欢，人也喜欢。所以当我们进餐的时候，如果有吃到人类海鲜时，千万不要给小猫吃，随手喂它们，即使是成年的猫也只能喂一点，不要因为对于宠物的溺爱而让它们痛苦。